我们千硕带来的这一首《少女》。好，那个大家好，那就是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配置。我是主唱千硕，然后美萱，然后这是我的吉他手，然后他是信义，他是社长，然后最旁边的是子谦，他是 KB， 然后他是中间，然后右边是静茹，他是教学。在右边是阿修，他是那个我们上一届的教学，就是29届的教学。好，那我们开始。